金家的日常，夜华哈欠抠鼻等开工。你是好阿伯啊？你跟你出来哪个经验君，跟我那无关系。狗仔没平日最爱看金家好媳妇了，没想到25日就看到戏中演员韩瑜跟夜华在拍戏。他俩跟杨慧明排队首戏，韩瑜不断伸手抢对方手上的资料，来来回回重复了5-6次。哦，好痛哦！来来来，一穿高跟鞋让他的脚似乎痛到受不了，索性换上拖鞋拍戏啊，反正 take 不到脚嘛。只见韩瑜趁空档拿出粉底自己补妆啊，我们好像忘记一个人热。此时夜华一派轻松，正大喇喇的打着哈欠。嗯，这场戏份不多，好无娘啊。结束外景拍摄后，韩瑜边走边摸肚子，搭着助理开的车到附近餐厅，等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就定位后，助理才过来帮他开车门，请他下车。哎，不愧是女演员呢，连穿拖鞋走路都这么有范儿。哎，让姐上工前再喝口饮料补元气。此时没有助理伺候的夜华也来了，不过他。娱乐动新闻，今天狗仔妹的目光全被夜华姐姐抢走了啦，宝宝。